出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欣赏中二同学带来的一小小的片段。白雪公主天生活泼美丽，受到坏心皇后的破坏，她为了逃避坏心皇后的破坏，来到了快乐森林。认真努力学习管乐的小矮人，哦，小矮人你有点高哦，小矮人太高了。他们一同在快乐森林成为了好朋友，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坏心皇后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于是她化身成巫婆前来引诱白雪公主。制精心制作种植的苹果，您尝一尝吧。啊！公主不好了，怎么办？小矮人好着急呀！公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看来只能够等待王子经过了。可是这里哪里有王子啊？哎，初时迟，那时快，王子出现了！哇，哪里来的可爱的小姑娘啊？让我来看一看他。于是王子忍不住的偷偷的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哇，原来是真爱之吻啊，白雪公主就苏醒了，小矮人也可以跟王子公主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过活了。于是他们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那就让我们来演奏一首白雪公主吧。Thank you.
们是第三组主持人，我是中医树敌部陈淑瑜，我是。